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。现在有点崩溃。你们是什么东西？啊！现在倒计时开始。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抗压的话题。好，我特别想问这个陈赫一个问题啊。你知道，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，经常会演一些喜剧作品的演员反而容易抑郁。是我太抑郁了。是吗？你们听不见陈赫说什么？我抑郁啊，我压力大呀。是吧？哎，你什么时候特别容易抑郁啊？我一个人的时候。一个人的时候。孤独啊。孤独啊。发生什么了？按错了是吗？我不会这样突然的吧？喂，不会。我孤独啊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啊，我寂寞。你在试哪个话能够让他们下去是吗？我们继续聊啊，继续聊。你知道很多喜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，就如果你很卖力的表演，但是。表演，表演就要掉下去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俩聆听的那个状态不对，还不对吗？对，你看邓超一直特别专注的。你看，虽然说邓超什么也没听见，但他在表演听。哎，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像邓超这种表情是压力就很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对他最好的减压就是他的这个座椅坏掉了，第二招，为什么？我现在有点崩溃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聊过的最残忍的天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游戏规则。你那个一会儿原地爆炸的。我们这是相对安全的区域，不要找了。这好啊。这个环节好啊，真好。我们接着聊，接着聊啊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最近陈赫做了爸爸，好恐怖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上去了。邓超，你先坐回去。你们要帮我们把游戏玩明白。我不要玩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，太可怕了。那还得坐回去。哎，你还没有回答问题。做了爸爸之后，会不会觉得特有压力？我是爸爸，就算答案吗？哎，你做了爸爸之后，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？我回不回答？别聊。说多错多。做了爸爸之后，会不会觉得特有压力？没有压力。没有压力。觉得很幸福，完全没有压力。哎，那我特别想，哎，那我特别想知道你。我说，哎，你平常都怎么解压？这都哪个玩意儿就给扔了？这个。哎，不是谁坐就弹谁吧？你坐下来，你们这样让我分神的。我怕我刚上来就下去了。这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聊天。我上来就是为了下去嘛。其实，在解压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，虽然大家在刚才现在在玩的这个很刺激啊，我没有说什么吧。
虽然大家在玩的这个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口语是吧？这个习惯我是很难克服。这个就是他。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吧？这个不是我说的。不是，这个真的是你自己说的。这个是这个。我是这个。我知道的只有这个。那这个是哪个呢？这个你说这个呀？我说是这个。这个，我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。死了，还不如不知道。我们接着聊啊！你知道，其实就是多吃水果啊。是多。我觉得我没有说新的词儿。什么？是我懵了吗？刚才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在。如果再来个如果，就是如果在特别寒冷的环境下也会觉得很有压力。我是如果和水果只要有果。哎，你知道其实那个尤其是睡前的时候，睡前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方式。那不会把自己弄得很亢奋吗？没有啊，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运动。是手别动，好的运动。手别动了，老师你手别动，我求你了，老师你别不要。老师姓苏。老师，你真的要把头发稍微捋一下？这样吗？Interesting。我也有神力了。嘿嘿嘿！我还是不会唱，我怎么会唱？我现在有兴趣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搞清楚我为什么下去。我搞了这么久，再来啊！我再来什么？让我下去！我没有办法让你下去。我刚刚都太害怕，我之前全部在害怕，所以我没有记住任何线索。来，让我下去！你要多吃水果和蔬菜才有用。要了，还是没有看到。来，老师你说吧。成色太坏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如真的多吃水果和蔬菜会好吗？如果你们真的喜欢，没有关系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Keep rolling。其实游泳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，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下一组队员出战。哎，可不可以我们下来的这个成员啊，当那个播那个的？不乱播，来，给一个，这合着在哥几个手里呢，哥几个，哪个是负责沙溢哥的？别！哎呦，这是什么沙溢的是吧？不要，溢哥，同时。别闹！下一个话题是关于亲密关系中的沟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请出第二位嘉宾，他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天老师，有请。而老师要面临的考验就是，不管现场发生什么，都要必须准确地把信息传递到位。我刚刚看的时候还在担心，因为我知道你受伤了。担心。我今天主要想来谈一谈很简单的亲密关系中的沟通。
沟通，我们知道跟期待。沟通，嘉义，你可以小心一点。现在我有点压力蛮大的，坐立不安哎。压力是上一个话题。啊、嗯。压力是上一个话题。啊、嗯。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。啊、嗯。不敢动，喷我干什么？接下来啊，我们尽快的把四个耳朵说完。我们感受的耳朵，其实我们就会听到。我的是主题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倾听。这会儿你耳朵比谁都肥。如果说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要去做一档的，我们老师，别说我们，你们让夏一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他上面的水来不及冲啊！老师，别说我了。可是这个词还有什么词可以替换？你就说大家，说大家。大家好，大家。看来这个只是一个口头禅，对不对？不经意的一个口头禅，就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应吗？我觉得沙溢老沙现在有点太惨了，我想帮老沙试验一下。好，你看，我帮老沙试出来了，我爬都爬不动。其实我们讲的沟通就是聊天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太棒了。你哥刚才那个反应太绝了！我们这样放一个，好吃，好吃，我去！一哥已经疯了。我错了，不要再说我们哈，我记得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公不公平，一哥，真的不怪你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也不怪你，怪我。我们。老师，这个你如果说不是故意的，也说不过去了，真的。一哥，刚才你就像那个在水中的雕像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在冲着水。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倾听的四个耳朵。首先，第一个耳朵是观察的耳朵，它是在讲一个客观事实的层面。倾听的第二个耳朵是感受。啊。什么东西啊！我现在也是一挺懵的状态。您接着说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真的很重大，很重大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接下来，倾听的第三个耳朵，其实简单的一句话里，他也在表达他的需求。我有点担心，有点满意，不高兴。倾听的最后一个耳朵，就是在表达请求。他在讲的是，今天回来晚了，我有点失望。啊、哦？为什么他每次都不一样？我都没有听到你说什么。我们还没有说呀、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每一次都不一样啊！我这里什么东西啊？都不一样啊！我这里。
您接着说，没事儿。嗯，好，嗯，好。哦，放弃了，算了，我就听听故事吧。我觉得你就在这儿拿个肥皂洗澡吧，真的，你就不要再猜了。我没猜。对，好痛啊！大家注意观察啊！大家注意观察。去拿个洗发水什么的，洗洗澡啊，在这里搓搓面膜。郑恺跑了，哎，郑恺可能回上海了。做面膜。嗯，干嘛？你在这吃水果了？准备已经开始。老师，你接着说。我要考察一下，大家是不是在认真听课？老师，这个你要求太严格了吧？这种情况下，好，时间到了。紧不紧张？有点遗憾，换小名牌就好，差点运气。嗯，如果你要用一首歌形容你现在的心情，你会唱什么歌？好温暖、好安静的那种歌。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方法？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方法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夏一，站起来，哎，只是鼓励一下我们这些失败的人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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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你现在呢，可以向天许个愿。别再回来了，我许的愿人。放不回来了。小哥哥，有个礼物送给你，你要吗？有个礼物送给你，你要吗？哥们儿，哎呀，难为你。恭喜你成为奔跑侠候选人之一。里边是什么屋子？什么？里边是。Baby 姐姐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为你跨过山和大海，就为了送你一份礼物，小花花给你，喜欢吗？这么感动，妈呀，感动到不行，谢谢。凤凰重生就是，如果你有凤凰重生。We are family.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，因为其实他夸你，你根本不在乎。你们是什么东西啊？看陈赫拿蛋糕的那蛋糕，你吃不吃？太吓人了！恭喜你。
给你一张邀请函。你回去，回去。拜拜，拜拜。你看，哎，你们特写推销我脸上的汗。欢迎超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有复活我们不在这儿。有复活我们就出去了。不是，所有一直快一点，奥特，然后赶紧醒过来，赶紧醒过来。没有。哎，傻子都坐这个。你以为是什么？Amazing! Amazing! 是什么东西？你快坐回来吧，坐回来。我坐不回来，腿都软，拉我一下好不好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没问题。慌了是吧？吓死我恭喜你，给你一张邀请函。不要，不要是吧？上去，上去。他现在啊，也累了，脾气有了。佳杰看面瘫，脾气口呢？他也有脾气。拜拜。但我觉得。好惊喜啊！恭喜成为奔跑侠的候选人。Thank you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太相信你们现在。没了，真没了。出来，出来，小黄、小绿。那前面你第一就是泳池那个，你不是拿到线索了吗？泳池就是吃亏是福。哦，只有吃亏是福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流程吗？有这么一个流程。怎么了？啊！哥们儿，哥们儿下六回了，我已经。还有什么？没了，没了，保证没了。我给你离开这儿。我跟你说，在你们没出来一直在咬牙，还是会被吓到。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我们根本控制不住要喷住你，控制不住要喷住你，要对视，要对视，要对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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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捂耳朵，对视，捂耳朵，对。开始，莫斯科没有眼泪。来，我来。
计时开始。没反应吓我一跳，我最怕这个。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耶！来吧，最后一次挑战，三、二、一。计时开始，我用陈赫的方式。哈，不，不好，不，不好。计时开始，他们真的要离远一点。哦，这。哎呀，这太好了。准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活动还是活动一下，突然有点。我你干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我什么东西？干嘛？我不懂。什么东西？躲开吗？躲开吗？人。人。What？ 人。人。这是什么？你怎么撞不开？我这边是一片，是一块铁，是一块铁，是一块铁。我差点撞死他们。这什么？我的天，这个东西我……一定要穿拖鞋吗？
脑子不够用，你看还在撞那个，这么硬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好痛啊，这个好痛啊，啊啊！哎，我啊啊！不怪我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我不换，我不换，我为什么要换？计时的快点开开。你别说，还挺舒服的，比指压板强多了。准备，我飞牛反应很快哎，我太有经验了，他们俩干嘛呀，太讨厌了，太讨厌了，飞牛简直了，完全不敢爬。我经历了什么？天哪！我经历了什么？
呢。哇，好香啊！天哪，这个辣椒应该所有人都吃过。以我的标准，它就是一个正常。比正常多一点点，我干吃都行。该我了。辣还是不辣？油泼辣子面吗？哎，这个不是西安那种辣，我这个特别辣。该你了，来，小鹿，我觉得我可能又挑到那个最辣了。我看到汗都出来了。我可能要给你上午饭了，你忘了？好吃，不是让你说好不好吃，是问你辣不辣。这个应该是特别辣，这个辣，这个真的辣。那你刚才说很好吃，这好吃确实，因为我特别能吃辣。那你的比我辣，这个确实辣。该我了。哦，你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不要被他们反应误导。我这是应该第一吧，咸，咸有辣味儿，但不够辣。这么浮夸？生理反应。焦点都找不到，真的是。这么辣吗？这一下我倒没有想到，我倒没猜不透你，这下我惊呆。可以啊，这个流派我倒第一次见，我跟你讲。你说实话，你那个多辣？我觉得我这个正常偏辣，就是辣鸭舌程度再多一点。我这是辣鸭肠。所以你俩接近啊，三号四号好 ，OK， 就都跟鸭有关，鸭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来，就这样。好，举。买定离手。好，你们的排序。有两个错误，接下来请蓝队进行辣度体验。我不是非常能吃辣的，你们都知道。我也并不是非常能吃辣。哇，这么多个，我们就是这么刚。哎呀，咸的多，哇，真的不行。干了，还好，挺香的。我里面啊有很多辣椒籽，我这看上去啊就有很多辣椒籽。对你嚼一下，你就能知道那籽儿多不多，你就知道辣不辣。眉毛一皱，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适可而止的辣，就有一点强迫我的辣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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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悠悠飞起来了，飞起来，给它飞起来了，来来。我这个再多吃一口就没朋友了。真的？那你那个辣呢？肉吧，到我了是吧？新疆有一个炒米粉，有个爆辣，吃到我隐形眼镜掉出来的，跟这个有一点点像，不是四就是五吧，我觉得。那你觉得还会有朋友吗？也是没朋友。有朋友还是没朋友？有朋友吗？就辣椒籽越多越辣。有吧？有朋友，那我这是没朋友。那先把这留了。我是一点辣都不吃。嘉尔，他太逗了，他开了一排酸奶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嘉尔手都在抖。我来了。我真的来了。来吧。OK。也OK。脸朝天发音，我的汗爆出来了，汗爆出来了。
安慕希解辣的，我看真的不行。多少酸奶 ？What？ 以后再有人解我们鞋带，喂他一勺辣椒就好了。早知道早上起来我就拿个辣椒站在他面前，你过来。他可能是二，他辣成这样才二啊？我还是二吗？好好了，给你三，给你三了，啊，给我二。我觉得我是五还是四？哇，我这是我一辈子最辣的。你平时能吃辣吗？一点都不吃。那你三吧，亮牌，亮牌。你好，本次排序只对了一个。这一轮按照酸的程度进行排序。我们先从超哥开始。好。我这个有点难喝，我这个不全是柠檬，有点油漆的味道，油漆的味道，油漆醋。哎，小鹿，第二口，这么严重，还是挺酸的。那是他这个，他比我酸，酸，哎呦，特别酸。我怎么还已经喝完了，李姐？哇，哎呦，酸酸，我这个酸无所谓。还有一点臭，还有一点臭。那我喝了。小心。现在喝完，我胃都马上有感觉。我觉得我这个级别非常高。哦，是这样的级别啊。啊？晨哥，你喝。该我了啊。啊，该晨哥了。我这个有水，你们不要相信他，老李头这器官早就换成机器的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，哎，不，别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二。先这样。不是，晨哥就是咱俩。有肯定有比我淡的。我跟贾玲换一换。这样呢？确定吗？对。本次排序，正确，正确。本轮你们要比的是咸的度数。咸，哇，哦，这么咸，真的吗？啊，这是盐吧？这是盐。阿姐，100分几分？99，99，舌头都疼。你这一听太少了，有点。真的假的？我们俩都这么夸张？体会他，走心，体会他，吃掉他，战胜他，征服他。生活就是酸甜苦辣，咸。啊。不是第四就第五个，他们俩啊，我的肾啊抽了一下子，这个。如果我不喝水的话，我可能会咸3年都没有停下来过。好，加二。来，爷们儿，纯爷们儿，真的刚就是刚。没毛病，就是刚。真的，我服了。可以的，还接受对吧？那这是算咸吗？啊，一哥，那这是算咸吗？这算是对，我不算咸，这算是对。啊，对了，你平时能吃咸吗？我是咸哥哎，什么咸哥呀？你就是一条咸鱼，你把这整片子吃了吧。
哦耶耶，能咀嚼。哦哦哦！好了，就这么定，我不用试了。啊，你试一下吧，万一呢？比我们这还咸的就完蛋了。我觉得不可能比我这是咸了。真的吗？哥，整个吞了，吞了，哥，整个吞了。我真的吞了。我。我咬不到盐啊！我是那种盐。在我牙缝里面喂着声音，太夸张了吧？你反而哎，你反而是其实提醒我们，你能在嘴里停那么久，你绝对没有我的咸。你试一下我的，你确定我一吃你那个我就马上吐吗？吃我这个你直接发射到山顶上去了，哥。那我三吧，来，错了两个。好好好，来吧，一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一个节目《空中飞人》，表演者邓超。没事的，真的，没事的，我觉得对不起你。既然他已经这么说了，就没事的。那你别上来了吧，在里面待着。好了，我们知道有心如在，我们放心了。别这样。心如，听清楚啊，心如，一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。三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。但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彻底，你知道吗？心如，你让我们参与一下。我们坐在这里也很辛苦。跑男我也录了三季了，我没玩过这个。真的吗？不是这个意思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不是战术，战术。我一碗胡辣汤，我就可以让你下去了。战术，战术，战术。下一个节目《空中飞人》，表演者邓超。心如，你一定要稳定住。要不我去做啊？不不不，那不行。你为什么哭了？我笑哭了。哭的应该是我，好吧？一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，四碗胡辣汤，五碗胡辣汤，五碗胡辣汤。好看，哎，好看，好看。好，我们的歌声再次响起。邓超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装备洗掉了，就没事。我觉得还是放松，还放松。我放得很松，放得太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说五的时候，可以五真的可以蹲。我蹲了。蹲的有点慢。第四轮，各就各位，一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。
两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。没有任何悬念，历史重演了。我记得刚才第二轮就是这样的。一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。这一集里边有内奸还是怎么样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涛哥还是要有希望，如果没有希望，人和咸鱼有什么分别？是的，我觉得一定要成功一次。三碗胡辣汤，一碗胡辣汤，一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一碗胡辣汤，一碗胡辣汤，四碗胡辣汤，一碗胡辣汤，一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。哇！一碗胡辣汤，三碗胡辣汤。我都没觉得我有错。我也没有觉得你有错。对呀，为什么呢？我要再鼓掌，我以为是沉醉下去。所以你刚才说的多么硬呀！我已经干了啊，我已经干了啊。真的，我都干了，我都干了。常规赛最后一轮，三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五碗胡辣汤，两碗胡辣汤，四碗胡辣汤，四碗胡辣汤。喂！喂！耶！好难过啊，感觉心脏爆炸了一百次，好难过。你看看我这有厚厚一沓子，我天哪！你们对我做下的事情，我帮你念啊。用鞋拔子重撞郑凯的额头，是谁？谁？朱亚文，晨哥，我记着呢。怎么能这么大劲儿打我凯哥？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还回去？你先看看你自己的，这片就翻过去吧。别，这片得隆重的推出一下。利用自己在中年女性中超高的人气，导致郑恺被阿姨直击面门。直奶杀手，杀手，直奶杀手，直击面门，历史还原一下。哎呀，来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卢卡斯用广东话念一下。速度快，比凯哥形成鲜明对比，抢咗凯哥嘅风头。这个不是欺负你啊，是自然碾压，就是鲜明对比就给秒了。对，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将自己喝下的盐水不是放进了郑恺的杯子里。这是谁？这一盘，不，凯哥说了要替我喝一下，整个乌镇的水他都没喝，喝点盐水怎么了？喝点盐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。雨琦就更不用说了，来念念念，朗诵。参加节目以来，从身高，力量，多方面对郑恺进行侮辱，太直白了，让郑恺颜面扫地。雨琦，这个就是你不对了，赶紧给凯哥道歉。颜面扫地，凯哥，凯哥往这里扫，凯哥往这里扫。有。试一下什么叫颜面扫地。哥，你脸借我用一下，我来扫。你们考虑好你们的一言一行啊。一言一行，颜面扫地。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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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就碰一下，你看这些粉能包饺子了。第七季已经玩到最后了，你们还在欺负？好好，不欺负了，不欺负了。真的是，是吧？来来，宣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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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？
因为凯凯这集录制其实非常努力的，但是呢他或多或少都被你们欺负过，所以今天为了补偿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凯凯，我们专门设计了这个郑凯的房间。这个房间里大家必须完全听从郑凯，如果不听他的话的话，凯凯你有权利将你想关进的人关到小黑屋里，有你们非常酸爽的陈大象。不想去。我天，酸爽这两个字毛都立起来了。对，不用啊。来，我们第一项任务就是作诗。来，你们谁觉得自己有文采的举个手。雅文有文采。雅文啊，雅文有文采。雅文啊，雅文有文采。雅文啊，哎鹅哥，哎鹅哥，你把他弄出来干什么？我不是，我是他就，哎，但是我今天特别有感觉，有灵感了，有灵感了。OK OK， 来了。OK OK， 来了。凯哥比我矮，但是比我帅。这个世界只有自己给自己逼，我不行啊！你一共说两句，其中一句还是我比你矮。不是，我就想做那个反差嘛，感觉就是告诉你这个人生就是有多真实，人生就是有多真实。这样，我再给你酝酿一会儿的时间。还有谁？来，走你。谁说凯哥颜面扫地？跑男几季，数他帅气。数他帅气。怎么样？可以。但是你的态度不好，你砸东西。我这个宣泄内心的那个情绪。算了，墨西哥回来的比较野。凯哥送你一首诗啊，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，火锅综艺演戏唱歌跳舞品牌行行行。哎呀，太全面了。行行行，太全面。虽然不成诗啊，倒也是个吉祥话。可以，真诚，真诚。我来吧，凯哥啊，你犹如宏伟的珠穆朗玛峰啊一样高大啊，凯哥，你的力量犹如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。姐姐，西边的太阳，你给我姐，我就接了一句，我就西边的太阳，真的吗？哇塞！哇，太过分了。哎呀，好暖和呀！这，哎呀，疼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！救命啊！他是不是挂了？知道要进去之后的生活了吗？知道了啊。好冷啊！我来试试，来随便来一个，没事，我给你接，你随便说，我们给你接，对，都能接，能接。我是你的弟弟啊，也是你的秘密，也是你的秘密。哎呦，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心里的大海只有陈凯。陈凯是谁？你连我凯哥的名字都记不住，你给我记住，怎么着办了？怎么着？郑凯，有一种欺负叫什么？
自然而然的秒杀。嗯，哥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你想一想，我平时对你多好。我觉得亚文说的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就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我得留着他，多玩他几轮。嗯，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吧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哎，哇塞，干嘛了？你在里面经历了什么？你上面是什么？头上是什么？晨哥，你的惩罚时间5分钟已经到了，今天考验的是你们的演技。回去之后你要隐藏好自己，不要让郑凯发现这里的秘密。放心。我天哪，怎么回事？我今天跟你势不两立。啊，假的？郑凯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再放他一遍进去，就不要犹豫了吧。再放他一遍，直接放他进去。你再说一遍，拿出来，不要犹豫了。晨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让我思考一下。他没反应。我今天跟你啊啊，心如一家，心如一家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啊，请你模仿扇贝的叫声。扇贝的叫声，这个真的好。扇贝那么容易，你学不上来吗？等一下，扇贝是那个吧？对呀、啊，扇贝。我来来来来，准备，准备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是不是很像？就他有时候就，你再来一次，我看看，快，快！王彦霖笑得开心吗？王彦霖笑得开心吗？我不开心，凯哥。上面说了，惩罚笑出声的人，我可以。不要无辜的脸，进。哎，谢谢哥捧场。谢谢，你们等我回来，好，加油！哎呦，好害怕啊！下一位，谁想试试？要不这个全都我来吧，然后他们就负责比笑。嗯，负责什么？憋笑，憋笑。负责憋笑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憋笑。Lucas， 乌龟。乌龟。哎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有听过乌龟叫？乌龟是会叫的。你笑算什么？哪一个乌龟是？准备了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这是乌龟叫吗？真的，网上有一个就是这样，他就这样的。baby 笑了，他都笑抽筋了。晨儿，是我吗？baby 笑了，再见，哥哥。凯哥是我哥，哲，怎么回事？哇，好恐慌。真正的惩罚在这里。真正的惩罚没有惩罚。哦，这个好棒哦！我觉得我都有点不落忍了，我想让雅文啊，都想旭熙啊，雨熙弟弟都来一下。进去干啥呢？那边又冷，这里又暖和。我回来了。这都什么配置？姐姐，比他那个咸十倍的盐水，给他喝了咸十倍的盐水。欧子，突然有一种负罪感。陈哥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那么激动？如果你真的想体会我们这种感受，你就进去试试。你就进去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想进去很简单。啊，来，哎，看我，怎么了？进去，进去。他们不一定让我进去。怎么办啊？你想好了。你带着红牌进去吧，你。
凯哥，谢谢。我以为可以打破一下游戏规则，出来之后啊，发生什么啊，都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控制啊。现在已经到达工作时间了。哎呀，干活了！干活，干活。干什么呢？分猪啊！这干嘛？分豆啊！真的是分豆豆。把这里面不是黄豆的豆子全部挑出来。哎，这个有点太多了。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嫌多吗？不多不多啊！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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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嫌多了。我嫌多了。不多不多，这个。我觉得郑恺现在已经有点膨胀，膨胀了。他太膨胀了，我觉得你们俩有点膨胀，凯哥太膨胀，郑恺膨胀，你俩不好好干活，进去，进去，再进去啊，哥，你太膨胀了，你太膨胀了，说的就是工作时间，等一会儿，我把你的红牌撕了，你撕撕撕，我得罪人了，你得罪我了，吵死，真的是 ，baby baby 干什么你？没有，去去去，进去进去，进去，快快快，啊，我这。太吓人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但是，咱俩是不是有点傻啊？现在，等一下，怎么着打一顿？怎么打一顿？雨琦，你说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我自打。啊？雨琦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凯哥，你说，吩咐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你对我的不满。不是，哎哥，你看你真诚在哪儿？来人呐！你什么玩意儿？来人呐！你这个孩子，对你们不好。不是，你要把我打一顿。我没有。你这样让我真的很受伤。再见。不是，凯哥，凯哥，你认真的吗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想打我？我天哪，等一下。居然想打凯哥，太伤心了，卢卡斯，真的。哥，你看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。是啊，我只不过。没有，啊，只不过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什么？他们出来了。哎呀，真不行了，我真去不了，我真不能再去了，好头疼，我快吐了，我觉得，我真不行了。里面是什么？工作时间已经到了，好，走。有请。看看你们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有请。欢迎郑恺。这是我们真正的惩罚。哎，很暖呢、哦，就不用再有毛毯了。来来，以后再扔掉，扔掉。哇！三，加油！二，一，开始。绿鲤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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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鲤鲤。鲤鲤鱼，我说我对了，对吧？对，王先我错了。这是自然反应啊！管他的，打回去。绿鲤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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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鱼绿。打错了。是我吗？耶！我错了吗？你同说了。错了错了，对，错了。加速，好吧，好来。哇哇！这个太可怕了，好，太可怕。准备，开始。绿鲤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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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鲤鱼。绿绿是什么？绿绿绿绿是什么？绿呀绿呀！开始，一二六四五六七八六十十一六。哎，错了，哎，错了。对啊，对，要错十二十三四一十二啊！哎，过他。什么？二二，六，二四，错了。三七二十。看错了，哎呀，真的。三八二十四。三八二十四。对。三七二十一。
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。3927。你就开心的笑吧，力宏哥。开始。看这个气场，粉、凤、凰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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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凰、粉、凤、凰、粉、凤、凰、粉、凤、凰、粉。什么？俩人每次都快说不下去的时候，都自己放慢节奏。对。这边放了很久了。没错，好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好。牛来，他已经错了。哎什么奶他就错了，他第一个就错了。牛奶，哎，只要自己觉得他错了，他第一个说了奶啊，没有，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嘛，我知道他普通话没我好，他第一个说就是奶。开始，牛奶牛牛牛牛牛。哈哈哈哈，太巧了。你这是个啥呀？你这脑子是空的，你这里头是空的，没有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谁说我破坏节奏？啊？我是有点到饭点，有点饿，有点拼，我要换数字，挑战数字。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就自杀。换数字，数字。开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二。啊，没有一吗？没有一吗？输了，喂，怎么，你没说啊？可以随意，不是从一开始？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开始？我刚才一直有这个疑问，但是我要打一个冷枪。OK， 好，我先来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29。29怎么了？好丑，没有，你没有说错，没有错。就我刚刚看见你看着我的表情，我觉得特别想打上去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现在这个脸特别像国画版的那种孙悟空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没有纸巾啊？那眼泪都流进来。22、22、23，又23，又。23，没有三啊，23啊。你来了，真的没法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真的，我觉得现在游戏玩到这个状态啊，才真正到了。好了，不要看了，真的有那么吵吗？我为什么要选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真的太丑了，丢脸了，真的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呦！哦，桌子都快洒了。痛不痛？痛。对不起，我感觉有点痛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对不起。王祖蓝在这样的环节完全像个杀手一样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已经输了，所以现在换彩儿姐。租车出。答对了，他没错，他真的没错，我吃下去了。对，你一直在冒烟啊，说话冒烟啊。
这么生气吗？你在北京做吗？他那个粗。我嘴里都是啊。鹿晗淘汰换下一个人，热巴开始。发会挥，发会挥，要不去挥挥挥啊，这就拼了。哎呀，开始。凤凰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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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凰，有速度有速度。凤粉凤凰粉凤凰粉。喂喂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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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。黄粉凤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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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凰凤凰凰。为什么都在黄字上面？狮狮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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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狮狮狮子。晃神了。三二一，狮狮子狮狮子狮狮狮狮狮狮。哦，没有了，太明显了这个。哇哇哇！怎么样？不亦乐。就是你，我得帮你唱一下《鸟语城市》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只有我们两个了。说这个，来吧。陈赫加油！我们两个说这个，这个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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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谁赢了？棒打他赢了。你打他吗？你这太紧张了吧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创作是感性的，我扑在你脸上之后呢，剩下就造诣就看自己了。现在我不是最丑的吗？你还是最丑的，你还是最丑的，因为他这还蛮好看的。还是你最丑，还是你最丑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会这卡。锅卡卡卡。漂亮！太慢了 ，You too slow， 又又慢 ，You too slow， 又又又又又又 ，You too slow， 又又又又又，太有难度了。又又慢，又又慢，又又又又又 ，slow 又。哎，你这掰在卡夫卡，实在是，你太卡了，你卡住了，卡夫卡卡住了，卡住了。继续啊！卡夫卡，卡夫卡，为什么要放过他呢？你好计较，哇，你好计较，卡夫卡卡夫卡卡夫卡卡卡卡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多了多了多了，我来闭上眼睛，我都听不出，闭上眼睛啊。真的真的好看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夫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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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卡夫。我错了吗？没了，错了啊。敷脸的敷脸的。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，赢了。
赢了，赢不赢无所谓，妆化的漂亮最重要。接下来将进行吃饭游戏，我们会给你们三分钟吃饭时间。为什么不给我们面，给饭呢？那我们点海鲜吧，有蒸条鱼什么。主食是不是有点太那什么了？花花，好饭会自动爆炸，爆炸！我吃点饭吧。你来山西吃饭？也对，饭太高了，对吧？太硬了。也可以尝尝，也可以尝尝。感觉。一会儿咱们可以再点几份，少吃点。没有，我想吃面。没有，我想吃面。吃点菜。太干了，朋友们。稍微给点水，你看怎么样？稍微给点水，你看怎么样？有啊，地上有。有吗？哦，有。几分钟啊？几分钟啊？老牛还可以再吃二十秒，老牛还可以再吃二十秒。嗯嗯。哎，嗯，干嘛？我要吃完呢。别动！哎哎哎！那什么？桌子，我要吃。我的问卷子桌子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没明白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按桌子？你为什么要按桌子？哇！你有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从你的眼屎上这看出来你有问题。有问题。哎，他有问题。你为什么要按桌子？你为什么要按桌子？我没有按桌子。你们为什么要按桌子？因为他把桌子按着不让转了。刚才是怎么了？哎，没有面啊！我要面啊！那我炒饭干啥呀？哎，我要吃，我真的饿了。问不管，问题是，反正我也不，你们去记吧。你记得这个叫什么吗？丸子记了没有？嗯，丸子。丸子有多少？记了没？丸子记了没有？嗯，丸子。丸子有多少？记了没有？记多少颗？稍微数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刚放上去。啊！你吃出这是什么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香肠之类吗？你要什么？我有点太吃，我觉得这个菜太好吃。这太好吃。来。嗯，丸子不错。嗯，丸子不错。我再要一个。你再要一个，我给你。嗯，给你。那吃哪个？我想吃那个油泡肉。哪个油泡肉？就是油泡肉。再来点菜吧。
我觉得这个菜啊，有点咸。你尝一下。我们吃饭时间还剩20秒。老转去干啥？为什么要转它？好吓人啊！你不知道，反方向，反方向，反方向。你为什么一直顺这个方向？为什么？反啥意？你干什么？反方向，反方向。你干什么？反方向，反方向。啊啊啊！反方向，反方向。他有问题。别看，哎哎哎哎哎！啊啊啊！你看有问题，问题。他肯定有任务，把他手拉开，把他手拉开。反方向。反方向。好想看到饭在他面前爆炸。我觉得没有抢到，应该喷他们自己。把，哦，好可怕，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第三轮，请出歌。永远盯着我。
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保持住。我操！看到他们，好可怜，拼到一点体力都没有。你知道歌吗？情深深雨蒙蒙。为什么要给他？为什么？这个是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恭喜一次对，回答正确。请邓超接受惩罚。太好了，炸他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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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炸他！啊，海鲜啊！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炸他！炸他！哎，感觉太好了，秋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搞错了。搞错了！竟然搞错了！搞错！我告诉你，我是音痴队，不是白痴队。恭喜音痴队回答正确。